我是毛宝莲，2009做癌症啊，子宫卵巢癌症啊，啊，总共肚子有8粒，也割掉上一粒，最大粒的是母的上皮肉，还有淋巴那边5粒，不能开刀了，要用皮膜。还是那个微观水机老板娘跟老板，他来我的家，他监管那个水机给我喝，他讲了我不相信，然后啊，我就喝那个微观水机，有喝一点，我比较精神一点，肚子没有这样烧。啊，嘴巴啊，胃这样苦涩啊，胃这样干啊，啊，喝了会一直要小便啊，可是哦，小便会这样烧哦，因为我们听过了哦，小便很烧啊，肚子又烧啊，又心了，吃东西也没有胃口啊，淡淡的，吃不东西啊，没有胃口吃哦，然后我喝微胖水，又慢慢会吃哦，慢慢就 OK 了哦，又有味道了哦，可是肚子没有这样烧啦、啊，然后我喝那个微胖水，我就啊，听过了第3针啊，第4针啊，就是 scan 啊，我那边胃还没有消啊。然后我喝微胖水，医生就问我你吃什么，我讲我喝微胖水剂，医生讲这样你还没喝那个微胖水剂，那个肿瘤5粒就消了，就没有不用皮膜了，然后我就开心了，我就讲我看医生没有给我吃药，我没有吃什么没有吃，我是喝微胖水罢了，我就最后出来那个微胖水健康了，最健康了，一天喝1L，喝2针，每天喝2针水啦，现在我喝这个水健康了，因为我们皮膜了嘛，身体会痒一粒啊，如果看医生啊，查什么药啊，也是不会好哦。那我喝那个微胖水，还有那个双氢水啊，拿来蒸那个脚咯，拿来洗哦，拿来冲凉哦。微胖水有帮到我们，现在我14年了哦，做癌症38岁，现在52岁了，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哦，啊，健康了哦，可以看到我孩子长大咯。以前我是很开心哦，哎呦，因为孩子要送给人家，好想有微胖水帮到我咯，看到我孩子长大了，很好，微胖水。